啊！哇，我有这个耶，可以快速拆螺丝耶。嗯，太赞了吧！你啊？小米，你不是已经买很久了？太赞了！买很久的，你第一次用它？对啊。哇哦哦！电脑坏掉了。这个怎么放啊 ？CPU 也是手转的、啊。哇，这怎么那么紧？这怎么送的？转啊？怎么掉啊？要自己。有。哇，这么短，这个是要留着的吗？你用方便装就把那个VGA 拆起来就比较好，方便，空间比较大，是吗？看你，如果你觉得你的手很小，应该可以的。有问题再拆。哦，不，没有，让我先签。哦，拆起来了，有一条线。哇塞，散热高。那你散热膏，它里面有附啊？它里面有附啊？那你之前不是买一条？对啊，然后新旧有啊，还在啊，新旧的，哇塞，水冷烂掉了，这还可以卖吗？可以啊，卖破铜烂铁，卖破铜烂铁，然后还要吸，把它吸干净。太脏了吧！